今天怎么穿这么性感？没有，都是我就是配合角色，因为我那个角色是大小姐，傲娇大小姐。傲娇大小姐。对对对。啊，你在里面就演这个角色。对，林芬芬。啊，有一点公主病啊。公主病骄纵，对，但是又有点天真，然后她就非常爱那个男主角，所以会为了他做很多蠢事。哦。对对对，就还蛮好笑的。所以你看性格也是非常明显的一点。对对对，蛮像。用哪一首歌来展现？用莫名其妙爱上你。 一起来欣赏好不好？来来来来来来！老阿林芬芬告白，再破红戏剧《一家人》中饰演林芬芬的王晴，完美的呈现出天真傲娇的大小姐性格，让角色深得观众喜爱。那么她是否能用歌喉来获得满堂彩礼？金马喜欢林芬芬男朋友，禁止拍打，禁止喂食，禁止留电话，禁止留 Facebook， 禁止勾搭，规定遇到喜欢的男朋友，我的男朋友。李少峰，老蛙林芬芬的告白是 final sale，货物寄出，恕不退还，所以你今晚都是我的男朋友啊，我不管。就这样莫名其妙的爱上你。 少峰，老我这个人占有欲足强诶。既然你即马是我的男朋友啊，那呢，你清醒的时阵是我的，你困起的时阵嘛是我的哦。我不准你去梦到你的前女友，你敢来当梦到我？就这样莫名其妙的爱上你。 告白，他有告白，对不起。好啦 ，Everybody attention please， 今嘛呢，李少峰就是我林芬芬的男朋友啊，所以禁止拍打，禁止喂食，禁止加赖，禁止加脸书，规定，今嘛都是我的男朋友啊，我的男朋友。亲一个，亲一个。 下次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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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哇，可以耶！好紧张哦。其实如果是在上一代的唱法，这种发音的位置啊，会被骂死。盛希的。
发音位置是很棒的。对，哦，圣西真的不得了。你随便唱，比较少人叫他圣西啦，叫他西西。好，西西，西西，圣西，感觉他很圣西。我要，难道要听你的吗？孙春，孙春，太有想法了。示范一下那个共鸣，你的歌随便一首副歌，我们听听看。你只好。烦恼在脑后，眼前的 view 让我享受，不用人陪，只需要我最爱的音乐和耳机。有没有看到？是不一样。它是胸腔共鸣加上口腔共鸣，它那个转换呢，快到变来变去，让滴滴答答滴滴答，抓不到。啊，他唱的怎么样？哦，我觉得很好听耶，尤其是嗓音，就是音色很特别。我觉得他可以唱这么可爱的歌曲，也可以唱一些帅的歌曲。来看看能不能得到两票的认同，好吗？三二一，举牌，有没有办法？好，哎呦，好残酷哦！估计确定差，哇，猫已死了，好残酷哦！没办法，票数也是蛮高的啊，对，给你一个差，主要就是让你有进步的空间。对啊，又不是两个差，哎，搬，来来来，请回，谢谢。